今天这对他们的婚礼和他们的爱情有高度。我是吴冠希，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，我的宝宝是奥运冠军，是中国女排姑娘张常宁。谈恋爱运动成绩有没有受到干扰？恋爱的过程最打动你的事情是什么？你们的昵称是什么？你那时候长还挺可爱的呀。你什么时候不可爱？想叫你菊妹。这是什么我不知道的历史？汇报下你们这几天的工作。几天没去康复去了？下面的体能是谁带啊？我。你好严肃啊。